下去的时候，他刚好关起来，干，输了。What？ 为什么会掉下去？你输了吗？对啊。我好快，第一关就结束。好智障。他是跳过去，然后还要再抓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只要门过去就过去了。我们这是什么比目鱼霜？是吗？你看那个眼睛，他看起来像外星人。你是外星人，我知道。他头上还多那两根，你觉得是鱼？你这根鱼你敢吃？鱼有啊，那种是灯笼，我头上不就有这个？所以你敢吃那种？嗯？啊，不是啊，鱼有很多种啊，吃归吃，哦，有归有啊。比目鱼能吃吗？比目鱼能吃啊，是哦，真鲜就有啦、啊。这游戏对我来讲都好难。嗯，因为你手残，很严重。没事啦，我刚刚也陪你一起，我怕你怕丢下你一个不忍心，我刚刚也陪你输了。屁！没啦，就有带嘴皮嘛。哎，你输就输了啦。啊！忘记可以冲刺了，按亏。输就啊！啊！可以冲刺。你怎么没水准，一直推啦？啊！可以冲刺。fucking 好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快！看我这太久没玩了，我是第一个人出。哎。那我到。我真是想走快点也不行。啊！我先到后面的地方。我怎么突然被吹起来了？哇！真的救我一命，吹起来！喂喂，他从后面有那根棒棒！哎，为什么？六个人呢、欸？
Oh my fuck！ 太久会，我觉得很难呢。哎，我怎么站在这里？要做那个，我怎么站在这里？不是棒棒问题，我直接不要被吹到云深不知处。好呀，我被吹到云深不知处。啊！啊！剩三秒，不会吧？就他们十个人第二关了。你有多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一直在那个巅峰上面过不去了，转到我没下去了。跟巅峰上对抗，超难的。他这关是新的啊，可恶！你跟新的无关，你就是不会。看你的裤子穿得好骚、哦。黄色的小红，小红，那是内裤吗？那是你的内裤。没有，刚刚那关也才十个人过，好吗？他们店员傻眼说，第二关就可以决赛了。对啊，下一关就会决赛了。这游戏又重新的让大家热爱它。好官方，这干话，干话王。不会吧，这第一名就过了是吗？哦，没有啦，吓我一跳。对啊，想说刚刚达标只有一个人吗？是这样。我想要说下去的。来到我的频道。嗨，还是我在抓人呢、欸？原来是我按错。好了，要打分分钟。对呀，我人生中第一次玩卡座人过关了。靠背，我还是失败。Oh fucking shit！ 我人生中第一次玩唐顿武馆，然后你 ，You so nice！ 哎，你做过了，你嘞？你赢？我输了，我掉下去了。狼队啊？嗯，没有，我画面等一下就看。那你可以观战哦。我看着你呢，我当你的背后里，诅咒你赶快输。你不用诅咒我，我都很快就输了，好吗？你刚刚那个过只是一个运气。因为我就从头到尾只要走路而已啊！好像太久没玩了，每一关都不过是这样。每一关都是智障了。Oh no！ 而且他最近他刚那个鲨鱼的蛮可爱的。你说衣服吗？嗯。我有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条怎么走？地图现在越来越新了。按shift，按shift可以加速。哎呀，啊！那你在抓你抓回来。他为什么要抓？哇，他回去。旁边那个被打倒，至少不会飞出去啊！不去啊！哦，这个往上飞 ，nice！ 哎，这个真的是新关卡。有点不赞，有，旁边就是过了，过
哎，等红，我又离线了。对啊，你断线了。我快找到了，死了。看你好吃的、哦。好了，我可以退出。哦，你很废，你电脑真该换。我真的无言呢、欸。无言呢、欸。哦，快找到了哎、欸。不找到了。哎呦，有麋鹿装哎，好可爱哦！我要买这个暴龙的。Yeah， 这个先虐待我啦！我叫你不要玩了。嗯，啊，你不是在里面吗？我等一下换衣服。这先虐待我。只要走了就好了。对我来讲，只要走路的关都没有很难，是吗？这个要走路而已啊。这是你输的那一关，对我了。差点二人先告状了。我看到这几根冰棒插在那边，我就知道这是你刚输的那一关。闭嘴！你站在我前面呢。在你后面。过了过了，被掉下去，好难。好难，为什么？我在哪里？我卡在了云深不知处。应该是也来叫 WiFi 的天台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刚玩这关的时候这么乖？我刚玩这一关的时候这么快，我现在是前面的领头，却走不出去。我第三名哎，真没乖。应该在门口，我应该在门口笑你。等下我看一下，看有没有那个机会。你这个手还那个，我怎么找不到你这个手呢？你过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哇，你输了，你这个笨。好，你掉下去了，你可以观战我，换你当我的守护灵。我要看怎么观战啊？就不要动啊，他就会自动下一场。那你再按 Q 一，他就可以选择你要看的谁。哦。哎呀，风水轮流转啊，太棒了。没关系，我等下看你死。我至少不会断线。当我亲眼看你死，然后再笑你。Fuck you！ 我要让你笑不到，笑不出来，没有机会笑。哦，是这关哦。这关就以前的。哦，对啊。哦，那个很像环球影城的那个，很漂亮。环球影城是怎样？它有一个蓝色的球的。环球影城。我直接就是看你。队友啊，手汗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不然呢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掉下去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掉下去？好可惜，再一个人。结束了。就只要等人家掉下去就好了。他现在关卡这么快哦，现在以前不是都打三四关，现在两关就几乎快决赛。是吗？没有吧？还没决赛吧？我进入了你梦寐以求的第三关。哇，这又是跳绳！哦，这个哦，会被扫出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圣诞老人哎，花的黑哦。有啊，我有圣诞老人的。我朋友先生长好可爱哦。哦，这个球是沙腿。算了，大家我跟他们一样。我不要跳了。觉得是怕被扫碎都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想努力了。你看这边不就有一个扫出去了吗？不想努力了。对啊，对啊。
了打棒球跟我一起出去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撞球，你是棒球，我是撞球。现在被他撞出去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第四关了、欸，哎呦，没办啊。哎呦，会 WASD 的就是不一样。嗯，你也不错啊，你很会 QE 啊。看上一位，下一位的。我没有在看上一位，下一位。哦，那你我在看你什么？那你更惨，你连 QE 都不专精这样。又会很难嘞，这个难嘞。会跳戒指的吗？对啊 ，Running Bow。Go， 他看起来真的好像戒指，那就是戒指没错。哇，你嘞？有人来了！啊！跳了 ！You bitch！ 那个太跳过了。金环在哪？我这边目标金环在哪？今晚在后面，往前，后面往北边走，那边有看到吗？盖我头去，感觉你要去拖那个椅子，我头去撞上，可是我怕拖一拖，这个人就在用啊。来啊，大家都不要拖了，干！对对对，乖乖乖。拉过来啦，干！回来，再干嘛？拉住！回来！操！已经有人达标了。干，乐色！哦不！对对对，你帮我拿回来，我就再跳上来。我们就来拖。干，你们打他啦！干，给我走！你给我走！在那边拉啦，干，走开啊你！这倒靠撑，对啊，把他拉走。看这边，对，倒靠撑。算了，我不要过了，我跟你在那边嗨了。哦，他们都走了，死了！看，走开啊！你这臭鸡头，滚啦！看，那是鳄鱼。只要一分啦、啊，至少一分也好，走开！呵呵，你们两个人，把他拉走啊！那金环不会不见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没人跳就一直会在。太直接拉去哪？他很想问你要拉去哪？欸，已经六个人了。哦，有人那样子会跳，快跳到金环。快！快快快！快！他们这群爪发生，爪发生，爪发生！哦，快点，有个石头要看，就过来看你了。啊！不要！不要啦，爪发生，爪发生，你怎么笑？啊！爪发生！啊！太烦了。你就在那边跟着闹啊！没辙了。把他拉走了，好不好？是他在下，不是我在闹。我的万年叉叉。No。No， 永远的叉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糖豆人就玩到这里。然后，如果你喜欢豆豆龙这个影片的话，欢迎你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好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给留言让我知道哦。